等等，误会？谁跟他误会？他什么样的人，我早就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不用你在中间拦着。薄倾城，有本事你就动手啊！你们别吵了，我跟薄先生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，让你们误会，对不起。给我闭嘴！这有你什么事儿？薄倾城，我说你呢，你动手啊！好了，这么多人看着也不嫌丢人。要你管！薄倾城飞快伸手扶住被推开的人，垂眼看着怀里的人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你是想再被扔回去吗？薄倾城，你不要脸，你不是个东西你。铃木安静结账，拉着简千亿向外走。先出去再说。你拉我干什么？我还没说清楚。你想说什么回去说，你这么激动还能说清什么？薄先生，我帮您擦一下您的西装吧，都湿了。哎呀，在里面怎么没发现被泼到这么多？我也没带纸出来。薄倾城拿过宋一柔手里的纸巾，伸到林木安面前，他习惯地接过来，给他擦着西服上的印子。你办公室有没有备用的西装？没有的话，让管家来送吧，这样不行。不用，办公室有。那你们有事我就先走了，那薄先生那件事情我们就说定了。等到一个宋一柔才依依不舍地背着包离开。而去你办公室谈谈。三个人午餐都没吃好，薄倾城在办公室的隔间里换西装，林木安和简千亿就坐在外面的沙发上尴尬。你必须取消那个婚礼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跟我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，他们拿薄家的身份来逼迫我爸妈，还跟你没关系，鬼才信。找你该找的人去。我找的就是你。你们两个也有婚约？呸，谁想跟他有婚约？是他那个后妈给他生个弟弟，说是要跟我们家联姻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我家的财产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吵能解决问题吗？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先放在一边，现在解决你的问题。薄先生说他没有受益，我相信他，他还不至于去决定别人的婚姻。那他后妈就是用这个来威胁我，要解决我只能找薄倾城。他们家的事我不想管。他们家？你也是薄家人，除非你能把你弟弟从薄家踢出去，不然我永远都会受制于人。那为什么他弟弟就要抓着你不放？因为之前跟薄家订婚约的其实是我和薄倾城。我出去抽烟。说完站起来甩上门就出去。我有薄家 5% 的股份，你不知道吧？这 5% 的股份是薄家欠我们家一个恩情，薄家之前家主赠予我的。那个时候我岁数还小，是岁数大一些之后才从我妈妈口中得知的。加之以前我经常会去薄家，所以从小他们家长口头定了娃娃亲。不过在我20岁那年，薄家的家主去世，薄家变了天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薄家家主的遗书把所有的不动财产和 20% 的股份给了薄倾城的后妈和他那个弟弟。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份遗嘱，就是如果薄倾城25岁前后继有人，博士 25% 的遗产就会由他继承。我是最合适的联姻人选，但我拒绝了。我不喜欢他，也不喜欢薄家，我不想把我一生埋葬在那里。不过也幸好薄倾城没有逼我，而是选了一个势力很小的林家，也就是你们家。你很好啊，还有选择的余地。我没得选。那有什么用啊？薄倾城那个弟弟薄然最近找到我们家，要求把我嫁给他。我知道他为的就是我手里博士 5% 的股份。哼，臭不要脸的，用博士来威胁我爸妈，我没办法再跑了出来。你放心，我帮你。你自己都帮不了你自己吧，现在还不是落到薄倾城的手里。有些事不能看表面，我跟薄倾城是有协议，不过是我自愿的。
就说你是圣母吧，还肯帮他。我是帮我自己，协不协议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。这件事我帮你解决，解决之前你就先在博士吧，你要是回去，他弟弟又会出什么幺蛾子找你的事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一次。两人聊完，简千意推门出去，没一会儿薄倾城推门进来。聊完了吗？嗯，聊得还算不错。如果没猜错，你想帮他？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你该知道，有些事不是你能管的。我知道，这件事对你来说就是多此一举的闲事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简千意的处境？我为什么要考虑他的处境？如果那么多人的心思我都考虑到，我还用做其他的事吗？他不愿，我没逼他，我问心无愧就行了。可这件事毕竟是你们薄家的事，你置身事外是不是过于冷血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如意的事，我事事都看不过去，能所有人都帮到吗？我不是圣人。你真是不可理喻。林木安气得转身离开。林木安是真的气薄倾城这个样子，下班直接坐车回家，陪着孩子们玩了一会儿，去浴室泡了个澡，去楼下厨房找喝的。他放在餐桌上的电话响起来。阿泽，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？喂，阿泽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你说什么地址？啊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我在新城这边朋友开的酒吧里，你快，快点啊！喂，喂，阿泽，那边已经挂了电话，挂了电话，他拿起旁边的水转身。博先生，你还没睡啊？薄倾城迈开步子靠近着林木安，把他抵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谁的人，还敢跟那个人有联系？哦，我朋友而已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往那种地方想？你不这么想别人会想，这么晚约你出去存好心了吗？明知道这样你还要出去？你搞不清楚状况就不要乱说。我在国外这几年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。如果有关系早就有了，没必要等到现在。擦着薄倾城的肩膀而过，被转身的人拉住手腕。你现在是为了他在跟我吵架？冷静一点吧，我不想吵。在房间里换好衣服，本以为薄倾城已经不在楼下，但他下楼的时候，薄倾城正坐在楼下客厅的沙发上。太晚了，我送你去。这次林木安没有拒绝，坐到车上，他告诉过薄倾城地址之后，两个人就没有再说话。到了地方，薄倾城把车往人家门口一停就算完事，也没林木安解开安全带，就一头钻进了酒吧里去找人。阿泽，我来接你，喝多了我们走。嘿嘿嘿，你就是南泽女朋友是不是？今儿你要是不陪哥哥喝一杯，这何等哥哥可不签。